开开心心，我们今天干嘛？耶！好的，那我们打扫厨房啊，先把袜子穿起来，然后妈咪带你们出去买。哎呀，那你先穿吧。我要起床，我就跟谁困了。好的，妈咪跟你玩，但是你先帮妈咪困一下好不好？哦，好吧。那个不是阿呜啊，那个是豆豆啊，快穿袜子。星星也扎好了。哎呀，哎呀。Hello， 大家好，我是开开心心的妈妈。刚才出门之前洗了个头，感觉头发特别蓬松，特别好。最近呢刚买了一款新的洗发水，觉得挺好用的，因为我头发特别特别油，一直在找好用的洗发水，我再用两个星期，如果还是挺好用的，我就推荐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呢就是 clean 打扫。我们家呢因为住的美国人的房子，那个抽油烟机的威力都不是很强，所以厨房呢我们要每几个月就要清洗一下那个地上的油污油垢什么的，所以我今天呢要先去超市去买一些什么刷子呀，什么清洗的呀，然后回来一起打扫，开开心心。 Are you ready? Yes. Okay, let's go. 开开心心，你们安全带绑好了吗？ Yes. 今天我们好好打扫一下，然后回来给爸爸一个 surprise 好不好？好。就爸爸 birthday? 不是爸爸 birthday， 就是我们要打扫干净了，然后爸爸回来看到就会很开心啦。来，我们再来练习一遍，跟妈咪出门要怎么样？背着在旁边有世界大手，跟妈咪旁边吧。嗯，真棒。那你帮妈咪看好星星好不好？嗯，好的，谢谢开开。站好啦，停车场别乱跑。对，等星星，快点吧，星星下来，看好车车，看好车车。对，慢点走。哎呀，你也不用那样看呀，凯凯，拿一个就可以了。你吃不掉呀。对，谢谢星星。啊，好，嗯 ，Thank you。Thank you。这个呢，就是 Lazy 推荐给我买的，这个就是擦那个重油烟的油渍的。一边抓一只小手。放车车里。非要自己拎，非要自己拎，一个人拎两个，拎得动吗？妈咪帮你吧，我们车车停那边的，星星。来，走这边。慢一点，慢一点，停车场里要干什么？妈咪说什么的？哎呀，行了，快走啦。来嘛，你要吃薯片就要先洗手。好。你说什么？谢谢。You're welcome。今天你们好安静呀，终于把你们的嘴巴给堵上了，没有叽叽喳喳的来吵了。可可让嘴巴是臭臭，可可让是臭臭。垃圾车把垃圾给收走了，放回放垃圾的地垃圾桶的地方去。你自己非要来，小心啊，小心！哎呦哎呦，小心！嗯，慢慢的推吧。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厨房哈，有点乱，还没打扫。现在我要切西瓜给开开心心吃，切完西瓜呢，我要装这个油壶，油没了。看看这个西瓜怎么样？这个声音，啊，这个刀不行啊，这个刀不行，这个刀要磨一磨了。哇！可以啊，打不开呀，估计是开心爸爸拧太紧了，晚上回来等开心爸爸帮我拧吧。现在开干了哈，看我们家灶炉上不是很干净哈，虽然说看这里还是有一些星星斑斑的，要去洗要去擦，手一摸也有点黏黏的，
然后看这个是就是抽油烟机也不是很干净，这个东西的话也得换了。哎呀，我今天去应该买一个回来换。但是我们家这个抽油烟机它的风力很小哈，给大家演示一下。哎呦，这上面都是油油的，哎，这上面也得擦。这个是大风了吧？这个是小风，这个是大风，感觉没什么风力，没什么力道。但是这个房子因为是我们租的，所以我不会去换它。它这个说是自己带肥皂带泡泡的，哎，就是湿一点水就可以直接擦了，挺好用的。开开心心啊，你们要来帮妈咪clean 要不要？找两个盆装点水出来，让开开心心帮我洗锅吧。星星过来，你帮妈咪洗这个吧。对，洗这个后面的，这个后面的黑的洗吧，来快洗吧。这个拿这个布洗。开开，这个是你的，帮妈咪把后面这里洗干净。你看星星，找点事情给他们做做。对，不要把身上弄湿了。洗洗后面，洗锅子后面，后面黑的那个地方洗。哎，对，都洗洗，洗干净啊。Thank you。哇，好多泡泡呀！星星，你抓着这个洗，抓着这个，它就不会乱动了。对，你抓好了这个，然后再擦，用力擦，擦锅子。哦呦，弄到袜子上了，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妈咪帮你换掉。嗯。No, I can't see. I can't see. Let me go cut it fast. Okay. 边边角角的。这个小盒子是我专门放一些酱料包呀，什么调料包的。看看水洗的干净啊，快，用力搓。对了，真棒。可以帮妈咪做事情了，开开心心是大孩子了。好多泡泡，嗯。好，我每天早上起来会喝咖啡，看这个上面都油油光光的一层了，这咖啡粉上面。天哪！哎呀，开开，擦干净了吗？你看，你看这里黑的都给你擦掉了，是不是？哎呀，真棒，真能干。星星也是，一会儿估计洗完了又得给你们换一身衣服。好，还真的呀。洗干净了吗？洗干净了，帮妈咪擦地板好吗？好。啊，没洗干净，那你再洗一洗。没洗脚趾。啊，洗干净了叫妈咪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用的，就是在这里面加了水，加了水之后呢，然后你要上下摆几次，然后这样它就会那个出水了，就会出蒸汽了，高温的。然后有一些不怎么好洗的污渍呀，你就可以洗掉。然后这个布呢也可以经常更换，然后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布也快也换了，因为已经洗不清了，但是这个确实很好用。洗好了呀。你让妈咪拖地去吗？谢谢太太。洗得怎么样了呀，开开心心啊？累不累啊？没呀，妈咪好累啊。你没很累。你心心真厉害。妈咪坐下来喝一口水好不好？好。那你们继续洗啊，洗好了叫妈咪。妈咪，妈咪
妈咪累不累？跟你说一声是吧？好，妈咪 tired。那妈咪坐下来喝口水啊。那你们不要把水洒到地上了啊，尽量不要把水洒到地上了，洒到地上走路踩的会摔跤的。举手。那地上呀，那一会儿妈咪帮你擦一擦 ，OK？ 嗯，好，你们继续洗吧。哎呦，刚说完。行了，妈咪来弄吧。水是喝不成了啊，那妈咪来吧啊。哎呦 ，It's okay， 你在帮妈咪干活呢，是不是？一会儿妈咪还要重新拖一遍，这有肥皂的。啊，你把袜子脱了，我们把洗好的锅拿到外面去，拿水冲一下。妈妈。啊，妈咪教你怎么做，你先听妈咪说的，把袜子脱了。把你们洗的锅拿起来，我们拿到，不是整个把盆子也拿起来，对 lift up 整个盆子拎起来，哎，对，跟着妈咪走，我们拿到外面去冲一下，不用穿鞋，去吧，没事，去吧，好，拿到这里来冲干净，就那里啊 hose 那里，对，冲干净，先把里面的水倒掉，对了，然后把那个对捡起来冲干净，哎，对了，全部倒干净 ，yes， good job， 真棒，好，然后把泡泡洗掉就可以了，把泡泡洗掉，对，洗干净了呀，给妈咪看一下，你这个反面有没有洗干净呀 ？Are you sure? Check it.等一下，等星星洗完了再洗吧。妈妈帮忙，可可喜欢还有妈咪。妈咪喜欢开开，好，妈咪 ，thank you。好了，先让星星洗干净吧，再洗脚。哎呦！这个一点点，一点点 ，It's okay。 嗯，这么洗，你看星星洗的干净吗？哇，星星洗的好干净呀！没事，开开这个就很干净了。嗯，这个没好干净，有泡泡。有泡泡啊？那你拿啊，妈咪帮你拿。好的，这里也有泡泡，开开你看。这里也有泡泡。妈咪先帮你拿这个，你先洗那个。对了，哎呦，开开，星星也洗得好干净呀，好认真呀。Be patient， 开开，耐心一点，等星星洗完了，好吗？Thank you。把水关掉，不要浪费水。谢谢星星。好，哇哦，好干净啊！给妈咪看一下。好，放地上吧。很干净了，很干净。Back out， 你腰痛啊？啊，好。那你知道妈咪每天干活也很辛苦的，是吧？你们想把你们自己的房间打扫一下吗？那你们去吧。你还起劲了是吧？你要不帮妈咪把客厅打扫一下？对，把垃圾扔掉。哎，对了，星星你干嘛呢？谢谢开开。虽然说开开星星洗的锅我得重新洗一遍吧，但是我们一家都挺开心的。啊，今天很棒，没有把衣服给弄湿了，我不需要给他们多换一套衣服。又到了开开星星每天玩耍的时间了。看一下 Lindsay 在跟别的妈妈在聊天。我就不过去了。开开呢？弟弟说爸爸。你不等开开啊？爸爸说不，你走在这。好了，你去玩吧，去吧。来了，开开来了，快去吧。又去玩水了。简单的收拾一下，终于算是收拾出来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有点杂乱哈，但是比之前好多了，干净多了，不像那么油滋滋的了。地上也给我处理了，
趁他们在外面玩的时候。现在呢，厨房我已经收拾干净了，孩子还在外面玩，但是要做晚饭。然后我又觉得刚收拾出来的厨房又要去给我造，我心里有点难受。再加上今天也挺累的了，打扫了一个下午，所以今天晚上呢就偷个懒吃个披萨吧。爸爸，我爸爸他的是这题。哦，给你找爸爸好比Let me see the inside. Turn it. Good job.